上课先点赞，谢谢啊！来，朋友们，晚上好，晚上好啊！爱听小孙讲课，那没问题，欢迎大家啊！大家进来之后，先把点赞去给小孙去点一点，上一上吧，好不好？现在是刚刚开始直播啊，大家也把这个点赞量帮小孙去往上，冲一冲啊，也帮小孙往上去上一上。 好吧，因为这个平台现在对于这个直播的一些数据啊，考核还是比较严，是吧？包括大家有这个粉丝灯牌的，一定给小孙帮忙上一个，好不好？包括大家有任何的这个技术问题，大家都可以在弹幕上直接去提出来，好吧？大家今天晚上想听哪些内容，还是说想让小孙继续给大家把这个昨天晚上给大家讲的这个正手的这个拉下旋？ 哎，大家常出现的问题，昨天是讲了下网的原因，对吧？今天我们也可以再给大家讲一讲这个正手拉球啊，哎，这个出界的问题，好不好？哎，也可以再给大家讲一讲这个衔接的问题。朋友们，打球总着急，讲一讲等球的重要性。朋友，既然你能够问出这句话来，我相信你应该知道等球的重要性到底有多重要了，它是非常的重要，对不对？之前我给大家讲过这个两个问题。 大家，你们在拉球的时候容易着急，对吧？包括你感觉等不了球，哎，你觉得这个问题，我觉得真的是很多球友可能存在啊。那我先问问大家，咱们直播间在座的这个球友，你们有没有说，也现在也知道，其实很多的这个技术啊，包括你看正手拉、反手拉，其实这个拉球啊，它对于拉球中间的那个停顿的感觉，它其实是比较关键的。你看，我给你拉一个啊，很多球友拉球，你看它是什么感觉呢？ 来，大家看看这种节奏。其实很多球你感觉拉球合不上力，对吧？感觉自己拉球的时候节奏快，对吧？包括你感觉拉球的时候很抢点，对吧？所以说，你看我再给你正确拉一个。其实大家也看到了，我拉的你感觉明显的就是能够把这个力量合得上。 也最关键的一个点和刚刚的一个区别呢，它就是我在拉球之前，它都是有一个拉球的停顿，对吧？那我想问问大家，咱们直播间的球友有没有说你现在正手拉也好，哎，反手拉也好，它怎么样呢？你感觉是想停顿，想等球，但是呢来不及等，对吧？你想等它等不下来，就导致很多时候你的拉球的节奏是一种被迫的。 在一种快节奏的情况下，去出手，那这种所谓的快节奏，还真的不是说人家这个来球到底有多快，而是说什么呢？大家是那种被迫的、控制不住的，想抓紧时间去拉，很着急。大家有这个问题的，弹幕上打个有字，好不好？大家有这个问题的啊，咱弹幕上打个有。我今天利用这个刚开播的时间呢，先给咱们直播间的朋友去分享一下。 哎，就大家你们拉球的时候，怎么去培养自己，如何去建立这种等球的感觉，对吧？你说比赛都紧张，其实都着急，谁都想赶紧赢，但是其实对于每一板来说，为什么？你看一些高水平运动员，他无论再重要的比赛或者关键的比分，他该等球他都能等得了，但是大家呢就很容易急，很容易抢点，有这个问题吧？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都有啊。 那我今天就给大家说说这个问题。首先，第一个啊，等球主要有两点原因。第一个，大家可能是什么？空间不够，空间不足。为什么是空间不够？空间不足呢？因为大家想，有的时候人家可能发球也好，搓球也好，这个球啊，第一它可能搓的也比较长，发的也比较长，再加上大家有的时候本身对于来球的一个判断。 就是一个弱项，容易判断和反应的慢。那所以说，在这两点之上，如果说大家你看，我和球之间，我说白了，我和台子之间，如果距离过近的话，大家看啊，你看这个，你看我还拉上了，是为啥？它来球快，我还能够借助到点力。但是如果说对手过来的球，它没这么快呢。大家看，我这种时候。 明显的这个感觉就找不着了，为啥？你和球台去近。如果说大家知道你想能够去等球，你想能够把这个击球点去放慢的话，你等球的时候，大家记得球不是在原地让你等。
球让你等的时候，它还是在空中去运行的。它怎么运行？它这个球是离你越来越近，它往咱们自己的面前去走。所以说我们越等球的时候，球依然是在往我们自己面前跳的。那所以说你想能够等得了，那你怎么办？我首先得有一个充分的距离去等球。我站得离球台近，我现在也想等，但是一等呢，这个球都直接到了我的右后方了，我想等也等不了，它没有这个空间。那我现在怎么才能等球呢？我和球台有一定的距离，来，大家再去看，我现在有空间有距离了，是不是我就能够多等它一会儿？因为大家你们等不了球，是发现你只要一等球的话，球它会挤住你，球它会顶住你，所以说你不是不想等，而是说想等但等不了，对不对？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空间感不够的问题，对吧？所以说你看前两天给大家讲我们发球抢攻，我这一直给大家说，我发了球啊，大家一定要利用这个还原的这个时间，利用人家接你发球的这个时间，干嘛呢？你得提前往后撤个半步，对吧？但是你看我这个节奏拉的就很好，我发了球为什么要往后撤半步？我得先预留这个空间，我有空间了，我才能够在这个距离下去等待这个球，我才能够等这个球的高点期，或者说是等这个球的下降期。那如果说我发了球，我不去往后撤这半步呢？朋友们，你看，我也想等啊，但是为什么等不了？离球台太近了。你等的话，都球到你后边去了，你怎么等球？你只能是一种被迫的、快速的出手。大家发现了吗？所以说想等球，我们有这个意识是好的，但是你得先能够为你的等球得先创造条件。这个其实是咱们很多球你想等且等不了的非常主要的一个原因。你没有给你为自己的等球去创造条件，对不对？你留那么点空，你和球台也和球贴得那么近，你凭什么能等球？因为你在等球的时候，球又不是说原地在空中，它是在追着你跑啊，它是在往你的面前跳啊。那你等一会儿这球顶住你了，你想等也等不了。所以说一定要干嘛？哎，发了球之后往后撤个半步。我现在你看我怎么会抢啊？不可能会抢。我会抢这板球吗？大家看，不会抢。我每个都能等得下来，因为我首先得有空间，有空间有距离，你才能够有节奏。那包括反手拉其实是一个道理啊，很多球你说你发站的人家搓你反手，你怎么等球？你想等好，等一等再拉，等一等球都挤你身上去了，那我们怎么办？哎，我发了球往后撤个半步，能等了吗？首先你看我往后撤半步一等，现在节奏是不是好了？不就是我撤了半步吗？不就是我空间留得更好了吗？那这个节奏不就能够好了吗？明白了吗，球友们？所以说大家你们一定要去重视咱们拉球当中的这种空间感，你没有空间感的话，你其实很难去再放慢你的节奏，懂了吧？啊，所以说大家要知道，第一个让大家拉球比较容易抢的、来不及等球的第一个原因就是空间不够，对吧？来，这是第一个点，大家能够理解的，来，咱们弹幕上666互动一下，好不好？能理解的球友们，弹幕上666，我们互动一波。哎，差不多开始讲课了，这也算是我们前期刚开播的时间和这个咱们直播间的球友进行了一个简单的一个互动，对吧？这位朋友问，他说他想等等不了，怎么办？哎，往后撤半步。你有空间了，你会发现你想等球就简单了，好吧？那我们这个刚开播的时间呢，也借助到这个等球的这个话题，还有一个原因，也是咱们很多球拉球的一个特别错误的地方啊。你看，为我在拉球，还有一个让我不太会去抢点的原因是在哪？我拉球之前，大家看，我其实有很多的事儿要做。为什么说有很多的事儿要做呢？首先第一个，比方说我站在反手位发球，他搓了我一板正手，来，我需要干嘛？我拉这板球之前，首先第一个，我发了球要有这个还原，
第二个，我发了这个球之后，我在边还原的过程当中，我要判断对手，人家搓我这板球，他搓到了大概哪个位置，我根据这个所判断到的位置，我脚下要去进行一个移动，对吧？不管是左右的移动还是前后的移动，我脚下要做移动，并且我在移动的过程当中，我还要干什么？因为我现在我判断到这板球，比方说人家搓到我的正手长了，那我脑子里的想法不仅要知道这个球我要去正手位长，还要干什么？我得还得同时知道这板球我是要拉还是要搓。我决定要拉了，那好，那拉球需要干什么？需要有重心的这个下沉，需要有胯关节的后让，需要有引拍的这个放松。OK， 你看，这还我还没到拉呢，我需要干这么多事儿。所以说总结一下，我发了球去正手拉，来，我再给大家示范一遍。你看的是一个很简单的过程，这里边包含了我发了球之后，首先要还原，通过判断他搓球的位置，要知道哦，球在正手长，我且要过去拉，那我就要什么？边在往正手位去移动的过程当中，同时干啥呢？让胯压重心，引拍放松。这是我拉球之前需要所做的所有的调节。但是大家你们看，为什么你们会容易抢点啊？因为你们拉球之前没事干。为什么叫没事干呢？大家可能唯独就一件事，就是预判判断，那所以说导致很多球没还原，没有主动提前的移动和找位。可能只有两件事，一个叫判断，一个叫引拍子。那所以说大家就可以理解为发了球是站在那里原地拉手。所以说你快，我要做判断、还原、找位置、调重心。那大家呢，发了球直接引拍子里引过来。大家你们想想，你比我少做了这么多的环节，说白了，对于大家的很多球友来说，你老早发了球就没事干了，就恨不得咧开手直接准备要去拉了。所以说你容易抢。这样为什么会容易抢？因为你会很容易导致你的引拍子拉手，你的蓄力怎么样呢？过早了。你快早赶紧拉手，你的目的就是什么？早点拉手也是赶紧拉球，所以说你会抢。那你看看我为什么不抢呢？我发了球要还原，要找位置调重心，所以说我在拉球之前我有这么多事儿要干，我能来得及，我不被顶住都算谢天谢地了，我上哪去抢点去啊？大家想想是不是的问题？那大家呢，没这么多事儿，发了球等那里，球来了拉手出手。所以说你看看你点是不是就容易很抢。你在引好拍子的时候，我还在干嘛呢？我还在找位置压重心呢。大家拍子早老早引好了，对不对？那正常我在拉的时候，哎，这个球下降期引好拍子了，当出手。大家呢，球还没来呢，拍子就引好了，你肯定会容易出现什么问题？球一跳赶紧又拉了，因为你等不住了，没事儿干了，明白了吗？所以说你看大家，这也是导致大家去等不了球的第二个问题，对不对？就是大家在拉球之前，对于这板球的找位、移动、判断、重心的调整不够，甚至是没有，只有手上的引拍，也就是拉手做动作。所以说大家只有这一件事，拉手做动，拉手做动作，所以说快。那我有很多事儿，我要还原、找位置、压重心再拉，所以说我想快我都快不了，因为我有这么多事儿没做完呢。我不知道大家能否去理解小孙刚刚给大家去表达的这个意思，对吧？那所以说大家你们发现了吗？打球大家很其实缺少了很多步骤，也很容易造成你拉球的抢点，这是一种间接性的。刚刚呢给大家说的离球太近是一种直接性的，能理解吗？哎，这就是第二点，大家导致你们抢点。那比方说人家错误反手一样的，咱很多球是什么？发了球站那，球来了啪走了，对吧？发了球这是蒙上的，根本没有合上力。那你看看我怎么办？发了球还原找位，是吧？收腹让胯，
找位收腹上胯。你看我现在会抢吗？我不会抢，因为球在上升期的时候我还干嘛？我还正调节着呢，我上哪儿去抢点？我没调好，我出啥手啊？等我调好了要出手的时候，这个球也是差不多到了高点期、下降期了。所以说我感觉稍微停顿吧，就可以直接拉了。你看，拉还原找位置压重心，这个节奏这个停顿是不是就好？那大家呢？大家看看是不是这么事儿？能理解了吗？说的有道理吧？对不对？所以说心态啊也好，各方面也罢，其实很多球你看，我们有的时候心态等等，我们其实要多加重视对于打一板球之前这种步伐啊、位置啊、重心呀、这些调整。但是大家其实最少最忽略的就是步伐的移动和重心的调整。所以说大部分大家就是以手上动作为主，那光剩手的话，你觉得你能拉上吗？你光剩手你能找着节奏吗？都不可能，明白了吗？这个就是抢点，一个叫离台太近，第二个呢就是拉球之前步伐、脚步、重心调整的不够甚至没有而导致的抢点。能理解的弹幕上朋友们666扣一波好不好？哎，刚刚抢的两个质量高，对不对？所以说这个为什么质量高呢？因为你看啊，刚刚其实我也没有刻意的发力，只不过大家的质量不高，是不是因为你劲儿使少了？是因为你没有合上力。什么叫合上力？合上力就是你的力能够作用到这个球上，说白了你的击球点、击球时机要准，这样才能合上力。比方说错过正手，停顿出手，你看啊，停顿出手，我是用真用多大的死力吗？没有，你感觉拉出质量来了。大家其实有的时候用的劲儿不比我少，但是为什么还是丢呢？没有合上力。就像这个发球，其实这个一样的，你看我现在比方说我给大家发个逆旋转，哎 sorry 啊，你感觉我现在没使劲儿，轻飘飘甚至发得很柔，你觉得我使上劲儿了吗？加上转了吗？加上转了。我相信很多球，你咱比方说就以这个逆旋转发球为例，你使的劲绝对不比我少，你甚至比我更费力，但是你会发现出力不讨好。为什么出力不讨好？你的力没用到球上，你的力可能用了一半在空气中，另一半在球上。我呢虽然可能没用多少劲儿，我把这个劲儿都用到球上了，所以说球就转，明白了吗？对吧？你看发球我使不上劲儿，不也是抢点吗？那我发球会等球呢？朋友们看到区别了吗？你觉得这两个我谁使劲使得多？第一个没发上的使劲使得多，第二个反而你感觉没怎么使劲，点找得准，你看是不是就不一样？不管是成功率还是旋转，其实是一个道理，看到了吧？我觉得这个点还是蛮关键的啊。这个就刚刚给大家讲了这个两个抢点的问题。那今天呢我打算给大家讲讲什么，就是咱们大家很多球友昨天讲了这个正手拉下网的原因，今天呢我再给大家聊一聊，就是大家在正手拉球的时候出界的原因。那我想问问大家，咱们直播间的球有没有说你现在正手拉球啊，感觉可能有的时候感觉球是一种特别在自己的拍子上不受控的感觉。什么叫不受控呢？我感觉没使多少劲儿，甚至感觉动作还没做哪去呢，球先怎么样了？球先出去了，导致球飞了。咱们直播间正手拉球特别容易出界的，给小村扣一，好不好？正手拉球起下旋出界出得多，哎，经常容易出界，包括这种出界的感觉，就是那种没使多少劲儿，这球就已经飞了，就感觉球在拍子上好像不受控一样。对不对？我觉得咱们很多球可能拉这个下旋是这个原因吧，差不多，我个人感觉应该差不多类似，对吧？来我给大家去说一说这个原因在哪，卡的话自己重新进来一遍，是你的网络的事，好吧？来，那我现在给大家去说一说这个原因在哪。第一个，大家想去这个拉球，你们出界啊，很多时候大家靠什么去造这个弧线？很多球友喜欢靠你的板型
哎，喜欢靠你的版型先去亮开一点，先去立，把你的版型啊立一点再拉。我想问问大家，咱们直播间的球有没有拉球是这样的？觉得这个球挺转，想起好的弧线，你就把你的版型先亮开点再拉。哎，大家看，是吧？使点劲儿。大家看有没有这个问题？有拉球喜欢先亮开点再拉的吗？我们对后面墙塌了吗？没塌，塌了的话我就不在这儿直播了，好不好？说点，对吧？只不过是近两天在维修，没有塌，好不好？那不至于塌房啊，好吧？有是吧，朋友们？你看啊，这个就是其实咱们很多球对于拉球的一种错误的理念。弧线昨天给大家说了，靠的是两点，一是重心下沉后，身体带起来的弧线。对吧？第二个是靠我们在拉球当中手指手腕加速转动而产生的摩擦，这两点给出来的弧线。但是大家如果说你们在拉球想通过把板型亮开，然后再怎么样呢，再去把这个球拉起来，容易出现什么原因？你一开始特别容易去撞球，这是大家可能容易忽略的点。你容易去撞这个球了，那你如果去撞击了这个球，且你的板型还是立着，甚至都稍稍有点后仰，朋友们，说白了，你的板面正对前，甚至对前上，这种时候，一，很容易直接接触到球的后部，甚至是后部偏下，且你在拉的这一下，很容易直接先把球就撞飞了，明白这个意思吗，朋友们？你看，而导致没有弧线。其实弧线是什么？大家要理解，弧线它是一个抛物线。那抛物线是这个球得能起得来，还能够落得下去。如果说我们板面后仰，大家只能是怎么？只能是让它起来弧线了。但是啊，这个球它落不下来，它没有旋转就没有抛物线，理解了吗？那所以说大家这种它只能适合在哪种情况下？比方说我举了个例子啊，遇到削球手或者打长焦的，它削过来的或者长焦磕过来的球特别的转，你感觉根本拉不起来，我们可以怎么办？哎，我可以就像这样，啪，我亮开点板子，扬点板子，我把这个球怎么托起来一点，这就是有点类似于叫什么技术呢？叫拉一个假弧圈，也把这个球弄上台了，但是呢没旋转，我是拖过去的。哎，我一骗他一个，这个球你一防守全下网，因为什么？一点都不转，因为我纯是撩起来抬起来的。这种球只能这么用，且你看我这种抬他不敢使劲儿，一使劲儿他肯定怎么样，一使劲儿肯定就飞了，再转他都会飞。所以说这种通过把板型亮了把这个弧线造得更好，其实呢不成立，不好操作，特别的难，明白了吗？所以说这会容易让大家导致拉球撞击。那你这个球撞出去了，请问你还在怎么摩擦呢？这个球起来了，你还让这个球怎么在落台呢？大家可能就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了，对不对？所以说大家你们在拉的时候，你看啊，我在拉的时候，我的板子就算我稍立一点没问题，咱不要太压，但是这种板型的立一定要建立在一个什么前提呢？就是你的板型是在前倾的过程中前压的一个前提下稍立，这叫狠压，这叫稍压，也就是偏立。但是大家不能怎么样，这就坏了，这就更坏了，明白了？咱们千万不能说正对于球，甚至是在后仰，这种所谓的力需要出问题。大家能够理解所说这个意思吗？所以说我们在拉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你看啊，我先给你们拉一个啊，大家你们可以看我板型，对吧？我慢一点，大家你们看看我拉的这一下我的板型啊，啊。对吧？那大家拉的时候容易怎么拉呢？
你看，对不对？先仰开板，是吧？再撞进来。这样的话，大家拉球就不叫拉了，成叫翻了。你翻就坏了，对不对？那你看，包括这个反手拉一样的，咱们很多球怎么办？你看，为什么拉球能出去？先飞了。为什么先飞了？板太立太仰，撞球撞得多了，撞出去了，这个球它就下不来了。这种时候你只能怎么才能上台？轻托，你这样才能上台，没有意义。那你看我在拉的时候，大家看我的板型啊，大家看我的板型，我现在是怎么样？板型一直是稍压着点的吧？你看板型是不是一直稍压着点的？没有说那种刻意的去往后翻板子，往后仰板子，对不对？能够仰的，它是只是建立在什么技术？撞击的技术。板型先有一个稍加的后仰，都是撞击的技术。比方说反手的翻挑，对吧？正常挑，我们可能怎么样？哦，下网，那怎么样？你看翻挑，翻挑可以。啊，你看，对吧？正手也是，我可能有些弱下旋，我直接挑，直接压着板型。容易下网，我怎么办呢？稍先仰点板，再挑，哎，仰点板，再挑，哎，仰点拍子，再挑，啊，仰点拍子，再挑，这种是可以的。但是拉球，球友们，是什么技术？是摩擦的技术。你摩擦的技术，你能把板这样仰着吗？不能。明白了吗，球友们？所以说，拉球本质是在于摩擦，不是在于撞击。能理解的球友们，弹幕上666扣一波。跟大家互动一下，这是咱们其实很多球缺失的，对吧？总想把这个弧线靠亮点拍子把这个球甚至有种半托半抬起来的，这种就是错误中的错误。明白了吧？啊，来，那咱们大家帮小孙个忙可以吗？因为我今天是大概9:20开的播，对吧？正常现在这个平台在前半个小时有一个这个粉丝灯牌量100个的一个考核，如果大家方便的话，劳烦大家帮小孙左上角那里点个关注，也给小孙赠送一个粉丝灯牌，可以吗？啊，因为这样的话我也能够完成一下这个平台给小孙的这个直播任务，大家帮小孙把粉丝灯牌上一个，我觉得讲的这东西能够价值这一个粉丝灯牌，好不好？啊，大家帮小孙这个上个灯牌，点亮一下粉丝灯牌，好吧，非常感谢大家啊！因为正常我刚一看表，快差不多50了，可能估计再过个2-3分钟，平台可能就有一个检测，看你有没有到这个100个灯牌，所以说大家可以帮个忙，行不行？啊，非感谢你们，感谢你们啊！那我现在继续讲课，那我现在接着给大家去讲这个拉球啊，大家容易出现的这个第二个问题，也还是出界啊，这个拉球压弧线，怎么才能压弧线？对吧？刚第一个是哥说的是大家撞飞的，那第二种，我们拉球很多球有这个压弧线的感觉，我跟你学一学啊，对吧？因为很多教练讲了，他说身体重心压弧线，身体重心压弧线，很多球因为拉球有个什么问题啊？它容易往后仰，哎，容易往后坐，结果呢？你看，他现在压弧线，为了不让自己的身体后仰，咋办呢？刻意的边拉边去往前去弯这个腰，对吧？我想问问大家，咱们直播间球友拉球有这样的吗？包括反手拉，你可能现在没有这个意识，一拉哟，容易挺肚子挺胸，直起来了，你想弯一点啊，身体压弧线，对吧？非常刻意，也是让大家非常难受的一种身体下压。有这个问题的打个有，好不好？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也是存在很多球友的这个身上，对吧？身体重心压弧线，哎，都教你身体重心要压弧线，只是告诉你要用身体，但是大家不知道怎么压，根本不知道怎么压。你一压的话，真是压得特难受，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啊？我给大家看一看，我给你们拉一个啊。哎，大家看，哎，我的，大家看，其实我在拉球的时候，包括我反手再给你们示范一下，你看我身体啊。哎，我想问问大家，你们觉着小孙压自己的身体有在压弧线吗？来跟大家互动一下，有的打个有，没有的打个没有。你觉得我在拉球的时候身体有没有在压弧线？嗯，好吧，啊，你觉得我身体到底有没有压弧线？朋友们，其实我有在压，但是呢，我为什么让很多球觉得我没在压弧线？是因为我的压弧线它根本不是刻意压的，大家的压是难受且刻意的压，我的压是顺其自然的压。为什么我能顺其自然的压弧线？第一个，我的这种前倾，我的这种前身体所谓的前压没有后仰，是建立在我的拉球的整体的发力方向，整个身体的方向是怎么，它是由后向前的过程，也就是我边拉球边发力，也是一个边前倾的状态，明白吗？那是大家为什么你们这种压会压得特别的刻意呢？大家想想你们这个动作啊，从下面往上拉，导致你们后仰出界，这是什么？这是从下往上拉。那你从下往上拉球的时候，其实是相当于你拉得越使劲儿，拉得越多，人往上起的就越厉害，对不对？那现在大家什么呢？强制性的让自己别那么起来，起一半再去做这个前压，你当然会觉得别扭。这就相当于舒服是建立在反义词。但是大家这个拉成什么了？哦，下方再到前方。我们要的是啊，你们拉应该是下往上舒服，那我想往前舒服，我得怎么样？我见了球第一件事是往后进行让胯，你看往后让胯才能干嘛？再能往前顶胯，这样我的身体的发力你可以理解为是一个右后下方到左前上方，它是有后和前的基准，所以说我越拉完球整个人会怎么样呢？越前倾。那我越前倾，朋友们，人越前倾不就等于越前压吗？是不是？但是大家为什么你做不到？因为你在拉球的时候，大家只是有了见了球一个下沉，引拍子的下沉，以及大家做的最多的肩膀的下沉和腿的下蹲。所以说大家你们的引拍子蓄力只有一个向下，所以说你们拉球最舒服的一定就是向上，那你向上使劲使多了，球不就容易飞了吗？对不对？那所以说你看，你是向上发力，最后还逼着你让你往前前压，你当然会特别的刻意且难受。那所以说我们想改正，怎么改正？进了球大家你们所说的压肩膀也好，压腿也好，首先建立在一件事，就是让右胯，你得让胯，胯往后让，代表着什么呢？哦，我的这个整体的蓄力是一个向后蓄力为主，结合于身体重心的下压和肩膀的下沉，是向后让带着向下沉，但是大家没有后让，只有下沉，所以说大家你们是由下往上，我呢是后下往前上，我有向前的力，所以说我拉完球就越好前倾，那我越前倾不就越等于越前压吗？这种时候我不用担心我自己出界的问题，我不用担心我力量用多的问题，但是大家你们会发现，只要一往上拉劲儿使多了，你就越容易后仰，越容易后仰你拉球越容易飞，导致你也不敢使劲儿。你觉得这种时候你光做一个身体重心往前压弧线，甚至很多球拉球的胳膊揉上去了又绕下来了，绕下来，哎，你觉得这样拉，这不就是为了往前而往前吗？
为了压弧线而压弧线吗？那你看我的这个压弧线呢，我是顺其自然压弧线，因为我越转换人就越前倾，越前倾人就越前压，那我越不容易后压，对吧？包括反手拉大家也是，手一垂下去，一二，一二，一二，对吧？你不敢使劲，使劲多了就高了就飞了，对吧？那你现在为了前压，一二，一二，啊，二，很刻意的低头压脖子压手腕，那你看我现在拉的呢，我劲使得比大家多吧，我咋不出街呢？啊，我现在为什么敢放开了发力呢？因为你看我的引拍子蓄力，正手是让胯，我反手呢是在身前收腹带着让胯，收腹是干嘛的？不就是说白了也是你看向内的蓄力，不就是向后的蓄力吗？这样发力不是为了干嘛？向右前吗？对吧？收腹让胯，不是收腹是向后，让点胯是在向左。那我发力是往哪里？不就正好是，这是左后发到哪？右前。那我越发力，人就越往前，越前倾。那我现在，人不就等于越前压吗？那我为什么会出界呢？我为什么会后仰呢？人在前倾的时候是后仰不起来的，你重心在你脚前掌的时候，你是倒不了的，你起不来的。只有人的重心在你屁股上，在你脚后跟上，人才会倒仰起来挺起来。大家想想是不是道理？所以说你拉完球重心在脚后跟上，为啥呢？因为你在从下往上使劲儿，使劲使多了把人拉倒了。那我们现在要学会从后向前使劲儿，这样的话越发力越前倾，越前压等于越压弧线。大家能够理解小孙所说的吧？哎，所以说大家你们要搞清楚压弧线。我们在小时候，我给大家分享一下，根本没有教练会给任何一个人会说什么你要学会用身体压弧线，最多让你把重心低一点儿，沉下来一点儿。朋友们，为什么？因为我们从小到大养成的就是后前的重心转换，所以说我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那自然也不需要去刻意的压弧线。能理解的去我们666扣一波，是导致大家引拍向下自然向上发力过头导致的出界。那压弧线是建立在毽球向后的蓄力通过蹬转再向前倾的发力而形成自然的压弧线，明白这个意思了吗？所以说都是压弧线，它还是有区别的，球们，对不对？就像很多球发球压弧线咋压呀？弯脖子低头，这叫压弧线。那正确压弧线，你看我这叫压弧线吗？我的压弧线不就是身体有腿上的重心转换，越转换越前倾，那越前倾不就等于是越前压吗？但是大家是什么发球没有重心，可能从底下往上使劲儿，对吧？先蹲下去再跳起提起来，对吧？或者很多球是什么先举起来再蹲下去，你说他弧能压了弧线吗？压不了啊，对不对啊？所以说你要搞清楚身体由蓄力再到发力的方向，其实我觉得对于你压弧线就是很有帮助的，明白了吗？啊，来，大家这个没有点关注的球友们点关注，就是你了。其实这个问题很普遍，朋友们，这个问题特别的普遍，因为这是很多业余球友的通病。我既然能够放在直播间去讲，是因为我们直播间一定有大部分的朋友是容易出现这个问题的，不管是你现在正出现，还是说你可能现在刚学球没多久，你未来都容易出现的问题。早学早避免，早学少走弯路，好不好，球友们啊？大家把这个关注给小孙去点起来吧，你把我的毛病全说中了，这就是很多球爱听小孙讲课的原因，好不好？高级教学几人能懂？好吧，来，咱们直播间能听懂的扣个一，好不好？咱们直播间的球友能听懂的扣个一
啊，跟大家互动一下，因为这位朋友说的我也让我心里挺发慌。他说高级教学啊，有几人能听懂，咱都能懂，对不对啊？我觉得应该都能听懂，做到难。对呀，朋友们，大家要搞清楚，你能听懂，听懂之后的下一步是要在训练当中去练到，练到了的下一步是在训练当中去练熟。这种熟，熟到什么情况？熟到一种什么程度？熟到成为你，这是一种本能的下意识的反应和习惯了，这叫练好了。然后你在比赛里边去尝试去使用，用的多了，用的有数了，这叫在比赛会用了，等于你能做到了。球友们，咱们很多球友是什么？真正想在人在家中躺，还要必须做到球在心中长，你门都没有，光说不练，假把式，好不好？你听懂了，大家一定要去练，练了你会发现新的问题，咱们再继续再调整再去改。你不练的话，一点用都没有，哈，一点用都没有，对吧？是吧？好多不就是好几个人，对吧？极个别，对吧？不就天天云乒乓吗？对不对？啊，怎么不就是这个平台当中的国际级裁判和国际级运动员嘛，对不对啊？所以说得练，不练是一点用都没有啊。好，那这个时间球友们啊，那利用这个空，来再给大家把这个球上一下，好吗？再给大家把球上一下，简单一说，两分钟。我这两天这个球啊，就天天给大家放一点福利品，对吧？也挣不了钱的东西，所以说呢，给大家随意性的放几个需要的自己拍啊。这个球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729通过国际乒联的认证，在2017年是全运会的比赛用球，也是2017年当时像樊振东啊、马龙啊、张继科呀，他们当时都在打的比赛球，就是这个球，729的有缝的三星。大家在这个球当中左上角会看到 ITTF 国际乒联的认证标志。那这个球为什么推荐给大家？因为球这个东西啊，第一，它本身属于易耗品，你买的球很好，8块、9块、10块一个，对吧？坏得快，钱其实也花不少。那如果大家你们去省钱买的很便宜的球呢，球它是有圆度、硬度、厚度、均匀度的考核。那如果说这个球由于品质不高，落台后它会形成乱七八糟不同的弹性、不同的速度和不同的运行轨迹，是严重影响咱们很多球友对于击球点和你动作的把握。所以说球这个东西选不好是影响动作的，影响打球的，好吧？所以说球要选好的。这个球一是咱们国货大品牌的球，729的球，第二个是通过马龙、樊振东他们国打全运会比赛有实践经历的球，第三个左上角是国际乒联认证的球。其实大家你们买球的话一定要认准这三点，大品牌加有国际乒联认证，比方说银河的一些红双喜的、双鱼的，是吧？包括还有优拉的。那么其他的你说啊，我们自己找什么厂代工的什么比赛级的三星球，纯扯淡，他只能说叫比赛级的三星球，他不敢说叫比赛用球，并且他卖球从来不说自己的球上有国际乒联认证，没有，国际乒联不会给他们认证的，明白吧？反正需要的这个球给大家上个活动，这一盒球里边是有六个啊，六个装一盒，今天呢我给大家准备了五盒，这五盒的话30个球，因为球是易耗品，我觉得够大家打到双十一，趁着现在有这个活动啊，大家你们需要的话，这一盒球最近某宝上有活动，这一盒球你们网上自己买的话现在16块钱就可以买得到，来给大家去看一下，这个球16块钱一盒就能买得到，最近特便宜，以前是20多、32，最近16，你们有需要的今天一盒按照活动价格16，五盒是不是也要80？今天需要的这五盒球30个，给大家上个20单啊，给大家改个价格，59.9块，好不好？也就是60块钱，大家到手30个，平均一个球只需要2块。大家如果说你们平常买的球，以自己在外边去买，像大品牌还要国际乒联认证，还要张继科、樊振东他们打过的比赛球，能够给大家做到2块钱一个的，您在外边随便找，你找到谁算谁，我保你找不到。明白吧？你能2块钱能够买到的，一可能是大包的训练球，或者说很多主播找那种作坊代工的没有品牌的，自己用那种印刷机上面印了3个星
印上自己的名字是什么什么三星球，那种球成本一毛钱一个，明白了，球友们。所以说呢，大家你们说啊，打几天坏了啊，大家球不好用，球弹性不好啊，球活蹦乱跳，原因就在这儿。朋友们，好用的球国际乒联早认证了，不好用的球国际乒联永远不会认证，好吧？需要的你们自己拍吧，我就不再多说了。这个球我给大家说一下，2块钱一个，能够做到可以说是你全网随便找，应该是很难找到比这个更便宜的福利机制。我说的是建立在保证品质和性能的东西，好吧？其次第二个，这个球给大家实话实说啊、每天发完快递，对吧？给你们缠快包装的东西都是我自己买的，防撞的，基本上发完快递全国包邮，每天不论卖多少啊，要么就是略盈于几块，要么就略亏几块，没办法啊，这个球就是纯福利品，大家需要的自己拍，因为球也是易耗品，省什么钱也别在球上省钱。但是既然有高品质的球，小孙还能帮大家拿到这个福利机制，但是呢，这么能省则省也是好事，好吧？需要的你们自己买就行了啊。小孙会买东西，因为我只卖大品牌的东西啊，我只卖好用正品的东西，我不去借助自己的流量和人气，我不去找那种小作坊代工厂去加工我自己那种品牌，成本特低，品质极差，那种会影响口碑，会打脸的，是吧？虽然多挣了点钱，但是口碑坏了，这个人就烂了。我觉着给大家推荐点东西啊，不是为了把自己人口碑做烂，我觉得没有意义。我的口碑我觉得不是用需要钱去衡量，对不对？所以说口碑很关键啊。这也是咱们很多球友在咱们直播间的回购率会很高的，明白吗？啊，需要的你们自己拍就好了。球有黄色的吗？那是几十年前的事了，好不好？那串年代了，球友们啊。球面光滑吗？那球上面总不能有颗粒啊，那球怎么不能是颗粒球啊？那球它也是，它确实就是光滑的球。买过好用是吧？啊，反正你是做钢材的，肯定没你钢材那么滑，好不好啊？来，球友们，我也给大家去看一看啊。这个球最近我们卖这么多，大家你们自己可以看看这个球在我们店铺当中的好评率是多少，100%，看到了吗？这个球在我们店铺当中的好评率是100%，我现在一个平台就卖了330单。啊，基本上我们现在差不多卖了6-700单，6-700单乘个5，现在卖了3500盒，快4000盒，4000盒，一个差评没有，球友们。那你觉得你现在找任何一个人，你卖球卖4-5千盒，不能有一个中评和差评，他靠什么？不就是靠的这个球真正好用、好打吗？还性价比高吗？大家确实是找到福利了。我要是坑蒙拐骗，朋友们，那底下你好评率能有50%就不错，对不对啊？大家你们自己看评价就行。怎么在29个评价呢 ？OK， 咱们直播间买了评价，那个浪什么套，你不想买，一边待着去，好吧？啊，来，你搞得跟我自己在这刷评价一样，是吧？评价，大家你们爱怎么评怎么评，我又不是给你们塞个条啊，你们评个价，我还得给你几块，我从来不这样。你觉得好用就好评，啊，不好用就别评，没关系啊。你或者不好用就给差评，没问题，正常，根据大家的真实体验情况。好不好？继续讲课了，不再多说了。需要自己拍，现在还有最后的6单，需要的最后6单，好不好啊？来，那现在给大家去聊什么？现在我这样吧，剩下的时间呢，给大家去讲一个大家你们有的时候在正手拉球，脚下移动的问题，好不好？正手拉球，脚下移动的问题，也就是我想专门给大家针对性的讲一讲，当对手人家搓球或者发球。跟你劈到了哪里了？跟你劈到了你的中路追身位，劈到了你的怀里啊！比方说这种球，来给我发一个，这个位置，包括说有的时候我发了一板下旋，对手搓我这里，我想问问大家，你们有没有说你比较害怕这个球？只要对手基本上给到你的这里，你感觉你整个人是很难去移动和调节的。基本上说白了，只能硬着头皮憋着去打，上就上了，上不了拉倒。我想问问大家，你们感觉这个球有没有感觉就像个死穴一样，有的时候躲都躲不开，逃都逃不开。买了一次特好用，是吧？无敌的死穴，那太这个地方的死穴太无敌了，对不对？需要你们自己拍吧啊！现在还有5单，
啊，这个球包括你们有时候给自己练发球当发球机用的球都很好，不好的球练发球也没有用，那放发球机里边都卡发球机，真的是这样啊。来，我给大家去说一说这个问题啊。中路的球，首先呢，我想问问大家，你们中路的球都是用反手接还用正手接？反手的打个反手，正手的打个正手啊，就是人家给你劈了板中间来发一个啊。大爷，你们会别过来反手接还是侧过去用正手接？反手。球友们，这种情况下根据什么呢？我教大家，根据自己的站位，根据自己的站位。什么意思呢？因为首先这种中路不反不正的球，不反不正的位置，它本身就是什么，它可以反手接也可以正手接。那在这么难受的一个地方，你一定用的是你最拿手的，要么你反手，要么正，哪边什么好用啥。为什么说要看站位呢？大家你们现在可以去对比对比，一个是这个原来像马林啊、刘国梁刘主席他们的这个站位，他们的站位都是这么站，对吧？很明显的就左脚很在前，右脚很在后，就是站位就是非常偏正手的一种站位。现在你们看，包括像这个奥恰他们，包括这种老外，特别是反手比较好的，现在站位怎么站呢？人站到偏中间，且两个脚站得比较平，对不对？所以说你看，每个人他都有正手体系或者说是反手体系。正手体系意思就是你正手好，尽量什么球能用正手则用正手的。反手体系呢，是能用反手则用反手的。那所以说，根据自己的体系，先要能够确定好自己的站位，明白吗？根据自己的站位再去选择好这个球，我到底拿正手接还是反手接。比方说像反手好的球友，是吧，站位可能没有站得很侧，站得偏平，甚至是偏居中。那这种球朋友们，你看，那一旦人家发到我的中路，那就果断用反手了，你看，就果断用反手了。那还有一种站位，他站的可能偏侧身，并且他站的时候人会怎么样，站的偏正手。你看，这就是一种典型的怎么样呢，提前做好了正手的准备。这种时候你看，哎 sorry， 人家发到了我的中路，我就可以怎么样呢，哎，直接侧身拿正手去了。所以说朋友们，这个东西啊，你想要在遇到这种不尴不尬的球还能做到临危不乱，首先明确自己的体系，再明确好自己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站位，我觉得特别的关键，明白吧？你得先把你自己的站位这些东西都弄好了，你的体系搞准了，你才有可能去把这些去做好。要不然朋友们，你自己随便站，不知道自己啊到底中路的球是要用反手或正手，那你球来的时候肯定是一定要手忙脚乱的，一点办法都没有。这是第一点。第二点，那用反手或者正手应该怎么去调节？用反手的先给大家说一下啊，包括用正手，它有个共同的特点，这个球追身位啊，球会追着我们嘎吱窝跑，这个球会挤着我们，有种让也让不开也躲也躲不开的感觉。所以说我们在拉这种球的时候，你不要指望完全的调整到位，是不可能的。包括你想把自己的脚全部调好也不可能。那朋友们，我想问问大家，当一个球你的脚步已经来不及动或者来不及动到位的时候，那剩下的应该靠调整哪里呢？没有脚步调哪里？我想问问大家，来，我看咱们直播间现在朋友们对球的理解啊，没有脚步的，那你觉得调哪里最快？嗯，没有脚步调哪里最快？对，就是调重心，对不对？大家其实说的跨一个道理，也就等于是重心呗。跨一让不就是相当于重心的调整吗？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来不及调脚，咱调重心。但是反手和正手的区别又在于哪了？反手是要在身体正前方拉，但是这个球是在发到我的中路了，在哪呢？
在我的偏右边，那我需要怎么办呢？哦，我歪过手来没法了。那我现在相当于把重心，哎，大家看什么叫重心？这是正常，大家看到了吗？往右腿一压，那往右腿一靠，这就代表着什么呢？我的重心过来了，重心，那你的上半身是不是就过来了？那现在球在这里，上半身一过来，大家看看做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好处？能够做到在身前击球了。在身前击球，我是不是就能够运用到自己腹部的力？我是不是就能够把自己的动作，是吧，由身前向身外转动的力，是不是就能用上了？那这两个你看，肚子劲儿使上了，转动的力用上了。哎 ，sorry， 那这个球说白了，你是不是就能够用上力，加上转？哎 ，sorry， 我是不是就能够好上台了？你看，用上力加上转，用上了腹部的力，加上了手上的转动，能转动了，肚子能使劲了，他这个不就能上台了吗？对吧？包括你看，我用横拍一样的，你看，重心一靠，做到身前击球，要不然我不靠重心啊，在哪里啊？是在身外击球。那如果说这种时候想通过调脚完全动到位，先动脚呢，本来你就来不及，你很容易你在拉的时候你脚还没落地呢。那所以说怎么办？调重心。哎，大家看看 sorry， 用上肚子的劲儿了，和手指手腕充分的转动了，那这个感觉不就能拉上了吗？是不是？所以说你看，有的时候这种球来不及，不就是说白了，它是让你脚步动不了了，或者动得很少了，动不得到不了位了，那你现在就相当于哎，自己使不上劲儿了，加不上转了。那我现在通过重心一调整，我用上肚子的劲儿了，还能保证在身前击球，手指手腕能够向外做充分的转动了，那不就这个球等于你有拉上的可能性了吗？它不就能够具备拉上的前提了啊？再给大家拉几个，你看，对吧？身前击球，充分转动；身前击球转动，啊，身前击球转动，啊，身前击球转动。看到这个感觉了吧？那这是反手，那正手呢，学友们？其实一个道理，正手是在身侧击球。那现在如果说我现在任何调整都没有，这个球是让我们正手变成在身前了，那身前你这个是肯定没法了，那我们靠啥？朋友们，靠的就是胯关节啊，靠的就是胯关节，把我们的右胯怎么样呢？啪，往后一让，胯关节本身在后让的时候，它会怎么样？让胯会带动一点让腿，所以说呢，通过让胯保证了什么呢？我的拉球啊，别在身前击球，因为身前没空间，我一让它就怎么样了？身侧就有空间了，能够在身侧击球了，那我其实就等于什么呢？不让这个球太挤住我，且我能够发上力。因为正手发上力的前提就是你的发力位置要对，在你的右前侧，在你的右前侧击球，这就没有办法在右前侧，这就有办法在右前侧了。你看，一让胯，对吧？一让胯，他是不是就能在右前侧击球了？那在右前侧击球的话，是不是你就能够使上劲儿了，能够用上哪的力？第一，让了右胯，我能用上胯的力了，且我的发力位置对了，能够做好这个正手由外向内的这个转动和摩擦。大家想，你这个反手是不是一个道理啊？击球位置对了，在身前击球，用上肚子的劲儿了，且能够保证由内向外的转动。那正手呢？你看，啪，胯关节一让，能够是吧？做到击球位置能够在身侧，还能做到什么呢？哎，能够让自己的动作由外向内的转动和摩擦。还能用上胯的力，其实你看看，它其实所调整最终的目的是不是都是一样的？
通过让胯调节好击球位置，保证正手由外向内的转动的摩擦，还有一个就是身体胯关节的发力。那你看，这只要这个胯只要一做到，那是不是这三点具备了，你其实就能够具备拉上球的这种前提了。拉上球使上劲儿，你看是不是胯让了，是不是胯让了，哎，没我的胯让了，你看让胯。那边话筒，好不好，朋友们，大家能够理解了吗？啊，你俩都看着点儿。啊，每次嘛声音坏了不知道。明白了，亲友们啊，所以说大家要知道，你看啊，这个正手啊，我再给大家重新总结一遍。第一个，通过让胯怎么样呢？空间有了啊，让胯后空间有了，能够把你的击球位置在身前脊柱变为怎么样呢？能够通过让胯让到身侧，击球位置对了。第三个，你让了胯，说白了就是给胯进行蓄力，这样的话你的发力怎么样呢？才能够运用上胯的力量，胯的发力，那就相当于我的身体能给上劲儿了，对不对？那所以说你看，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做到什么呢？第一个，击球位置对；第二个，胯关节的力量能够用上；第三个，我的拍子正手在身侧才能做到由外向内的转动和收臂。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就具备了发力条件和摩擦条件，这个球呢就具备上台的条件，对吧？如果说我们没有这些调整的话，在身前，那这种就是什么呢？不具备身体发力，不具备由外向内的转动和摩擦，那它就不具备上台。让了胯，具备这些条件了，那是不是它又能怎么样了？使上劲儿了。看到这个感觉了吗，朋友们？好不好啊？这个大家能够明白就好啊。摄像头不清楚，还好吧？教的不错，实战水平很菜。我实战水平，我1300分，开球网1300分，朋友们，最近好像涨了1400分啊。好不好？能够理解的球友们，弹幕上666给大家互动一下，好不好？能够理解的朋友们，弹幕上666空一个。这个不是脚步，球友们，这个和脚没关系，因为本身中路的球最大的限制就是限制了我们的移动。我给大家教的反手让重心和正手让胯，就是为了在我们的脚步移动被限制的时候，如何还能保证发力。这个中路的追身球目的，它的难点就是在于限制了腿，它不是说角度大我们多跑跑，它是让我们跑不了，动不开。你越跑，来朋友们，我给你测一个，来，我拼命的跑，这个球也拼命的往我怀里拐，它拼命的会追着我，它追着我跑的话，大家想，你测再大有啥用？它一直往你侧身的方向跑，你测一点球跑一点，你跑的能比球还快啊，是不是，朋友们？就是这么个道理，明白了吗？啊，这个就是大家需要的，开玩笑，给大家闹着玩啊，好不好，朋友们？所以说呢，这个就是中路的追身球，我觉得大家需要具备的这些，好不好啊？跟这就是刚刚给您讲的，大家今天能够听明白了吗？啊，只会转腰不会让胯。转腰呢，其实我觉得现在转腰更多的已经是什么呢？是一种转肩了，根本不是转腰。腰能够转好，还真的是让胯。所以说转腰的核心就是让胯，你也可以理解为是让胯而带动出来的一种转腰的动作。但是你不能为了转而转，说白了你转可以，转腰得哪里使劲啊？你总得有个发力的源头啊。那你看正手的所谓让腰转腰，那不就是胯让的劲儿吗？那你所谓的转腰不就是顶胯顶的劲儿吗？
大家想想是不是道理，你这个胯其实就是转腰腰的力量的一个源头，靠胯带动着让腰和转腰，但你不知道胯，你这腰每个地方都在发力，那其实让的还是反而很慢，是这个意思。不是说转腰是错，胯是腰的源头，这么说能理解吗？哎，我觉得这种表达应该大家能够明白是啥意思，对不对啊？能够听明白好不好？哎，这个就是中路的追身，对吧？所以说大家要这个，其实中路啊，大家平常我给大家一个建议，针对性的要去多练这个位置，因为这个位置它给你带来的难度一定是远超这种正反手所谓的大角度，因为正反手这种所谓大角度是你跑得快，你跑得远，你腿长胳膊长它就能够着，但是中路的追身球，你跑得快，你胳膊长腿长，它依然挤你，挤得更难受，明白了朋友们？所以说呢，这个中路的球大家要多练，平常怎么练呢？我也正好借这个机会我分享给大家一下啊，比方说大家可以这么去练，平常啊，你们比方哎练着几个反手，让对手呢给你打反手的时候忽然变了你一板中间，我给大家练一个啊，你看我习惯的就是可能正手，哎，对吧？你看一二这有专门针对性的训练，对吧？来，再来，你看一二对吧？你看我用反手也可以，这根据大家自己习惯来。你看我现在是要针对于中间，我是要有针对性的训练，我在打着打着忽然来了个中间的球，我怎么办？你可以先从上旋球做起，因为上旋球它没旋转，你还不用在乎旋转的事儿，那种这种上旋就好了，你再慢慢去练练下旋，对吧？比方这种下旋怎么练呢？你比如说我现在练搓一板再起一板下旋，那我比方说可以针对性让对手可以去劈我这里，对吧？我的中路啊，搓一板，哎，我要盯住这里，搓一板我盯着这里，要针对性的训练的球们，你不能说哦，现在知道了，我平常也不练，你到比赛通过这个理论你是不可能解决的，比赛呈现出来的是你肌肉的记忆，你的意识，那所以说理论能听懂能明白这只是懂，你要把它还是那句话，要培养成自己的下意识的反应，下意识的本能你就可以了。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训练计划，大家特别是那种衔接慢的两个计划，一个是反手，反手打着打着变你，让对手变你正手，这么练啊。哎，没事没事啊，再来。这么练，看到了吗？再来。突然变你正手，你正手挥反手慢呢，你就正手打着打着挥反手。看到这么练啊，走。对吧？你中间慢呢，你怎么办呢？你反手反手打着回中间。对吧？或者正手正手打着回中间，明白了吗，朋友们？是吧？你要有针对性的计划训练，你没计划的话，没用。先灌灌耳音，对，灌灌耳进入脑，匹配到腿，然后再应对到比赛，非常好。哎呦我的妈呀！初级听不懂不耐烦，现在已晋级了，懂了。明白了吧？所以说你刚刚小孙跟你们去说的这几个训练计划，你可以去把它当成一个这个平常练的东西。没有，刚刚那个是一个是腿软，第二个那球擦网，擦网了，为了下意识救个擦网，人就蹲下去了。应成老孙了，可不，小孙瘦了，这是我最喜欢听的一句话，这句话比我卖100张胶皮都开心。我操，肥没白减啊。好吧，你那个拍子颠球有点粘球呢，要不粘球那就有问题了，因为是粘性胶皮，朋友们啊，粘性胶皮如果说你一颠嘣嘣往上弹，特别是新胶皮，你该投诉我了，你该打12345了。好吧，每次讲的都可以用到实战，对，因为这些东西如果说对于很多有一定比较不错的实战能力的球，你一听很多问题就直接可以解决。然后第二个，如果说大家你们可能在处于进阶这个过程当中的，你能够知道这些东西应该怎么练，你在训练去练，你会发现这些跟你们讲的在比赛是大家容易犯的错误，你练的时候改了，你在比赛就少犯点这个错误，你就多拉上几个，多打上几个，就少失误几个，
你不就多得分了吗？好吧，拍了球是吧？谢谢支持，肥了有劲，肥了就成瞎使劲了啊！好吧，谢谢大家的这个支持。来，那这样，朋友们，剩下的时间我再给大家这个上播胶皮，好不好？因为这个今天呢，我们这两天再给大家就是推一推这个正手的套胶。这张正手套胶是咱们直播间，我相信有很多很多朋友，自从可能关注了小曾，可能甚至有一年、两年，甚至更久的老粉，我觉得特别是我们直播间每个老粉，都应该可能正打过，也可能你的拍子上目前正在贴的就是这个套胶。哎，我想问大家，咱们直播间现在你拍子上在贴的是729的国特助奔腾的，给我扣个一可以吗？啊，咱们直播间的朋友有没有说你啊自己打就是在打这个胶皮？你现在套胶就是贴这玩意儿。你的正手套胶现在贴的就是这个729国特助，没注意，你在打什么套胶？你没注意。来，亲友们，好，那我今天给大家再上就这个是吧？好使不？我相信这么多朋友扣一是因为它好使啊，要不然我相信没有扣一的，没有人会把一张不好打的胶皮贴在自己的这么要命的正手上。对吧？那这张套胶为什么好打？我也给没有打过的，哎，咱们直播间没有拍过的，给小孙扣个二，可以吧？对，899是，没有拍、没有打过这张套胶的扣个二，可以吗？那客服直接改价，好吧，直接改价啊！没打过这张套胶的扣二，我给咱们没有打过的介绍介绍，对吧？你们其实看啊，我直接敢上来问一句，我打过的扣一，你看到满屏的一，是因为我知道咱们这边有很多球在打。这张套胶在市场的认可度和使用率还是非常高的。这张套胶是咱们国货友谊729它生产的729的奔腾。那这个奔腾它其实跟狂飙就比较相似，就是专门打正手的一款高性能的粘性套胶。但是呢，它跟狂飙相比，这个奔腾是属于相当于这个狂飙里边的国狂了啊，这个级别。然后其次，它比狂飙好在哪？这个海绵它不需要你灌油灌胶，也就是它的入门门槛很低，它叫内能海绵。你不用经常灌油的话，你的海绵使用寿命它就会特别高。狂飙怎么坏的？就是那一遍遍膨胀油给它往里灌坏的。这也是狂飙专业运动员那种高质量去打，像我们之前打个可能有的时候快的话，一星期胶皮上面就会鼓包起泡，就是这个颗粒和海绵断开了。为什么？就是它以膨胀，它的这个颗粒就会特别的脆弱，在受到连续高质量的撞击，它就会爆炸，颗粒就会断。但是这个729的奔腾你永远打不坏，你永远打不断，并且呢它的粘性比狂飙好，不需要灌油也不需要灌胶，很省事，寿命也高。第三个，特别好打透，它的透板程度无论你去挑那些什么超张维斯啊、蝴蝶的板、斯蒂卡的板、729的板、银河的板等等都可以，特别的好打透，这就是我主推它的一个点。并且这张套胶，你们大家自己在网上去拍的话，找一下前天啊，这张套胶呢，大家你们自己去拍，你们在网上的话，现在买应该是最，现在某宝有活动的，官方现在有活动，价格是好像是190多，190多啊。咱们大家你们有需要的，小黄车一号链接，我先给大家说一下，给你们改价了，168是这个福利价。这168的福利价，一，这个整个网络上面大家可以随便去查，这个套胶只有小孙目前能够做到168的活动，有这个福利机制，所以说大家不用担心自己买贵。第二个，729这张套胶目前能有现货的啊，目前能够拿到这张套胶的，现在729官方只独家提供给小孙自己，其他的如果有，估计剩个一片两片，也都是之前剩下的。大家你们自己看看，现在旗舰店190啊，大家你们自己看，40度的蓝海绵啊，是没货的，大家看了吗？40度蓝海绵，你看看有货吗？缺货的。那这是没有货的。缺货的。这是哪个店铺？官方旗舰店。这是旗舰店店铺。我给大家说了，现在全网只有小孙自己有，并且168的价格，只有我有这个权利可以卖给大家。有需要的，反正你们自己拍，好不好？给大家买到便宜，买到优惠，买到品控和性能，并且我可以很负责任告诉大家，特别是咱们直播间的球友，你们的底板无论是纯木也好，内置也好，外置碳素也好，
包括打蝴蝶的板的斯蒂卡板，你试一试，这个套胶是不是比你贴到正手的沈狂蓝海绵更好打头？这个套胶168，它其实赶不上沈狂贵。现在沈狂买一片估计得200多了吧？啊，现在买一张的话，大概得200多块钱。200多块钱，朋友们，很多时候你也见到有人也在卖这个金版国套。金版国套呢，我先给大家说一下，价格其实是一样，其实是一样的。但为什么我推这个会更多？这个镜头离我稍微近一点，是因为这样的，这个金版国套这个套胶呢，它的海绵和这个相比的话是有一点区别。金版国套的话，入门门槛是比这个729的国特助要更高的。金版国套它的入门门槛要高，也就是它的海绵它就有点接近于狂飙了，明白什么意思吗？哎，接近于狂飙了，你也就相当于甚至有的时候需要灌点油，甚至有的时候你必须得发点力。但是这张套胶它的入门门槛特别低，并且能够特别呈现在你们有的时候在进台快攻的借力感上，甚至都会特别的舒服，明白吗？并且很多时候很多这个卖拍子的这个博主啊，这个爱粘拍子，他喜欢把这个狂飙灌到上面，那种颗粒感特别饱满，那得是那就灌那套胶恨不得这个样的，灌恨不得5遍油。来，大家你们看这个，你们看看现在我一压这个海绵，你们看看它的颗粒感，能看到颗粒感吗，小伙伴们？啊，它的颗粒感，我跟你说，你可能狂飙灌了2遍油的颗粒感也就这样。所以说，第一，这729是咱们中国第一个研发出来粘性且还具有弹性的胶皮海绵，是729研发的。所以说粘性729我觉得做的依然是很好，它的粘性持久度很高，不容易氧化。第二个，它的海绵的话，我给大家说一下，中国第一个研发出来粘性还带有弹性，所以说对于底劲儿，也就是硬度和柔韧度的把握，729的海绵我觉得把握的最到位，我是这么认为的。毕竟它是中国第一个研发出来的，所以说我觉得这张国特殊是真心推荐给大家，好打好用还不贵，这个你可以理解为就是目前729的顶配了。且你们买金版国套哪里都能买得到，是确实能买得到，我也能给大家买卖都没问题。但是这个套胶你们现在不是你们想花钱买就能买得到，你用原价买在官方买也不卖给你，因为没有，想买只有小孙这里了。朋友们，你不能说我垄断，只能说这个套胶品质工艺很高，成本很高，我们直播间负责推广和宣传，不做别的，所以说在我们直播间官方给我他放心，对吧？官方也认可小孙，认可小孙的为人，认可小孙的口碑，所以说也认可大家的整体素质，所以说给我们直播间提供，好不好？并且这个套胶我自己正手也打啊，包括很多买我899拍子的朋友们，这是我那块拍子吧，正手一直贴的这个吧，你看这个套胶，小伙伴们，我已经贴了太久了，这个套胶我好像春节之前就挂了，好像是去年10月份，去年双11的时候左右换的。以及大家你们看啊，我从小到大打狂飙，我就告诉你们，没有一张狂飙可以撑到我打成这个样，不可能，早老早起泡了，胶皮恨不得崭新的就起泡了。但是你看这个，你们觉得打得够破了吧，够旧了吧？来，我现在拿这个胶皮，我还给你们拉，我现在直播我还是在用这张正手套胶，是因为这个套胶到现在还是这么好打，它的海绵我没有想到打了那么久还不发肉，海绵不摊，并且呢，它的看着好像粘性没有新胶皮好，那但是它就很邪门的一件事，它摩擦球还是摩擦得很转，不打滑，那我觉着就没有换胶皮的必要。嗯，大家你们自己看，现在去拉重高调，它的持久感还是很好，我现在去冲它还是很好发力，越打越好用，还是好打透，那我根本不换。所以说我现在也很头疼，那这张套胶什么时候到能让我换个新的，我又不舍得换，它又那么好使，都打了快1年了，朋友们，还有2月就1年了，你们现在谁你告诉我谁的正手胶皮你能给我打到1年还能用，我觉得没几个。这张套胶168，我觉得在同价位之下
它的性能、它的品质、它适合业余球打的这种感觉，包括它的耐用度、耐打度，我觉得可以说绝对这个啊，不用灌油，朋友们根本不用灌油，729就不产油。我自从签约729，已经没见过油长什么样，我也不知道油现在已经什么味了，我也都忘了，太多年没有刷过油这个东西了。朋友们，它不刷油是真的不用刷，好吧？它不是狂飙，是不得不刷。狂飙必须得灌，但是它不用灌，理解了吧？啊，所以说这个套胶真的啊，没有需要拍的，没咋没了呢？明天就发货了。明天你买过？你打了6个月了，还好打，不带胶水啊？168这个活动已经很那啥，很那啥啊，没有胶水，胶水我们也没了。这个就是奔腾二，朋友们，这个国特柱和奔腾二什么区别？这是奔腾二国特柱，联系，你联系起就行了。亲友们，我们从来不带这个清洁剂，是吧？因为在我的认知当中，就没有用清洁剂这种习惯，并且清洁剂呢，我自己觉得可能暂时的清亮可能会。它会容易加速你胶皮的氧化，啊，反正我从来不用清洁剂，你也从来没见马龙，打完奥运会，抓累都赢不了我，哈，噼噼噼，喷喷，擦擦擦，这装拍泡里，啊，你们不都喜欢马龙用啥你用啥吗？那马龙没用清洁剂，你咋要清洁剂干啥？是不是一个道理啊？它的这个40度，朋友们。它就相当于你们打的狂飙，大概是灌了2到3遍油。怎么清洁呢？最简单有效的，哈口气，或者说你们有那个清洁擦，你可以不用清洁剂，你喷点水，喷点清水擦一擦就可以，好吧？你有那个海绵擦的话，喷点清水擦一擦，是吧？你把清洁剂倒了，你喷点清水，对不对？你就相当于朋友们，你那个有时候清洁剂跟那个肥皂泡沫差不多，跟沐浴露真差不多。然后其次，要么你就像这样哈口气一擦，放在拍套里就 OK 了。那就带个刷，没有刷，我都没有清洁剂，我哪来的清洁剂的刷子呢？啊，我卖刷，我又不卖那东西。瑞龙酒没打过，我不知道啊，也不是很了解啊。好吧，反正这张套胶，大家你们现在还有需要下单的呢，小黄车1号链接你们自己拍。这个40度等于你的狂飙估计是39度，还得灌了1到2遍油。你不用灌油，你根本不用灌油啊，你们需要自己拍就好了。新手的底板我过几天会给大家推，这几天没有。重新撕坏了才重新换的同品牌，这位朋友也老粉了啊，这个估计这位朋友估计2、3年前就用，真的估计差不多可能在2021年、2022年就在用，在小村这里买的，对不对？所以说很多球这个套胶用过的朋友们，其实对于它的评价真的是，非常的高。特别是啊，我真的觉得没有打过729这个国特柱奔腾的球友，我觉得真的要打一下，你很有可能打完这个套胶。你真的就不想再去打其他任何品牌的任何一款套胶？我真的推荐给大家啊！对，那个是咱们铁粉老粉了啊，这个是正手，这个是正手啊，专门打正手用的啊，专门打正手用的，好不好啊？需要的你们自己拍，肯定这个更好。这个是168一张啊啊。不需要灌油，给你们推奔腾，它就是不用灌油啊。特别是咱们大家正手，告诉大家什么朋友适合用这个套胶。你们比方说你们正手发力不好的，你正手发力不好的可以去拍。为什么呢？因为其实越像狂飙啊，包括很多套胶，对于你的发力的门槛要求就越高，要求就越高。它对于发力门槛是很低的，所以说大家你们很不用担心的是这个正套胶会不会硬啊，会不会打得不透啊？也会不会说啊，像蛋糕海绵那么软没劲儿，都不会。它能够再能把这个通透度、软硬度，包括跟它的硬度底劲儿，它能拿捏的刚刚好。什么意思呢？能够满足我要的底劲儿，我打起来觉得底劲儿完全够，不会觉得我打着软。第二个，这个套胶新手都能打，初阶球友们都能打动，都能打透。所以说，
它的跨越度会很大，适用范围会很广，这也是大家喜欢买它的一个原因。并且这个套胶，亲友们，你们打的话，我个人认为，对吧，省事儿，对吧？狂飙是你打几天，你经常要，包括很多套胶，它都得经常撕下来，需要你灌，灌完了再重新收，粘。并且我告诉大家，灌油其实是很损耗胶皮的，特别损伤胶皮的，明白吗？其实很多球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个啊，这个不灌油，灌了油是特别损伤胶皮，它是让你这个套胶好打，但是会大幅度的缩短你这个套胶使用的寿命。咱们业余球友要的是好打，还能耐打，不像我们那时候，包括像龙队，人家灌成那个样，包括我告诉你们，我以前。但是马林他们特别打那个有机胶水的时候，你们有机胶水打有以前刷两面三面嘛，我们那时候你要买42度43度的套胶，不是买，刷20遍有机胶水，卷成那个样刷20遍，我那海绵胀得不行了，就打一场比赛，打完撕了扔垃圾桶，打完再换新，打完撕了扔垃圾桶，一口气我们粘两张套胶，一张上午用，一张下午用，打完就扔。因为你再打第二天，再打坚持2到3场比赛，你这个套胶可能就起泡了，就完蛋了，就打一场比赛就扔，明白吗，亲友们？所以说，大家你们可别觉得啊，灌油灌到那种嘛卷成那个样颗粒感，你那个套胶你看看能用几天？朋友们，你们能用坚持用个1个月2个月，是因为你们力量不大，质量不高。但凡质量高的，那卷到那个样，膨胀成那样的，你这个套胶能坚持10天，算他命大，真的是这样啊。这个是打正手，朋友们，所以说这个套胶它能够让大家根本不用去灌油，也不用去灌胶，特别的好用还好打，能够你要到灌了油给你带来的通透度和柔韧度和底劲儿，还给你满足了不灌油给套胶带来那种寿命长的那种好处，这个套胶它都占了。729贵吗？肯定贵啊，我觉得你去把它，有本事你把它国企买下来，好几十个亿都不够你买的，对不对啊？对吧？啊，这个729，我这么说吧，729很平民了，它的性价比很高了，知道吧？你觉得729，你要觉得729贵的话，我觉得你很难再去，买别的套胶了。你要买狂飙，你觉得贵死；你买蝴蝶，觉得这个它非人性化了，对不对？就反人类了，对不对？我有钱，没你有钱啊，你都有钱，好吧？正反手都能用这个行吗？不行，只能用正手，不能用反手，啊，只能用正手，不能用反手。朋友们，这个打反手对于业余球来说太硬了，打反手真的太硬了啊！我就用这个，我就用的729，好不好啊？729的很平民了，好不好啊？729有的一些黄方摊的板100多，很多球挺好打。你在蝴蝶100多，连个成品拍上面的胶皮都买不到，是不是？所以说它已经很平民了，好不好？比如说729一整套给你们做的，这729的金标，你在红双喜买个什么成品拍都不够，那红九星，对不对？你说谁性价比高？我觉得729性价比高，这也是我推729的原因，好不好啊？对，你问问你的省队朋友的41度的蓝国和 D09C 是168还是68还是1.68块啊？你蓝国咱不是说算个300，你 D09C 算个450，你两张胶皮它基本不太可能低于700或750，好不好？我现在给你168，你能觉得贵吗？对不对啊？反手暂时没活动，球友们，反手没有活动啊。咱们小黄车一号链接现在还有最后的3张。需要的球友们，你们自己拍，好不好？729太极挺好打的，我前段时间还给大家推过一次，啊，我争取过段时间再给你们推一次，好不好？现在没有了，上次被我卖完了啊。799都说好，是的啊。好吧，那我就剩下的不再多说了。现在这位朋友也下单了最后的2张啊，那这个729的底板怎么样？客服，能不能不那个你懂我意思吧？啊，我现在在回答问题遇到了一些难处啊。
感觉他在噎我。哎，剩下的时间给大家这个听点这个什么吧，就给大家上点底板吧，好不好？妈，给大家上点拍子，没有胶水，兄弟们，没有胶水。729刚刚用了10多年，我在回答问题遇到点难处，说的多委婉，我操！好吧，来，剩下时间给大家介绍介绍胶皮，好吗？啊，不，拍子，说一下拍子啊，给大家看一眼啊，这个是这个。是一直在噎我，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一开始想好好回答，对吧？他噎我的话，那我就别说话了，对不对啊？我觉得就故意的，没必要，对不对啊？他要不然很显得自己很厉害啊。来给大家看看这个拍子啊，这个拍子呢是咱们小孙也是自己在打的这款底板，也是咱们国货友谊729底板当中目前价格啊，包括正儿八经可能是真的是性价比很高了啊，包括它的整体的性能也好，它也算是正儿八经天花板了。给大家看一看，这个是729的金标，这个拍子它是采用的是一个7层的外置碳素。给大家介绍一下结构，它的表面呢运用的是一个桂木的面材，然后它的中间啊是用的是桐木的大芯，阿尤斯的立材，还用的是黄方碳的纤维。那这块拍子啊，咱们其实大家也通过小黄车里边的销量也看到啊，其实也前前后后卖了1300多只、1400只了。为啥这个拍子在这个价位，是吧？包括也有你看，就像刚刚的哥们儿，他瞧不上729，但是为什么他还能够卖这么好？因为这块拍子，第一，729的金标，它既然729的金标，每一个品牌的金标，它都是这个品牌当中的，可以说是一种口碑，是一种门面。那它的用料和选材，肯定是在优中选优，包括它的做工。然后其次呢，这款底板的外置，它首先满足了咱们很多业余球友弹性、速度、借力感、快攻的需求。但是这块拍子它卖的这个销量，其实大家你们可以看一看，比其实很多直播间推的那种1000把块钱左右的拍子要卖得好。为什么？这个底板的面材，第一它是桂木啊，桂木的面材会更柔和更稳，也就是快给咱们朋友们提升了速度和弹性借力感。但是它的桂木，第一个轻，正反手转换比较方便；第二个柔，能够对于很多控制能力还不是很好的，包括大家对于稳定性、对于你打球的容错率要求比较高的，它整体的控制、摩擦、加转、弧线，它能够比较棒。甚至在这种控制、加转、弧线上，能够做到接近于内置底板，能够甚至有几分纯木的感觉，这是它的一个优势。第二个，它的碳素是黄方碳，黄方碳是软弹，后劲儿大，弧线好。那所以说，这款外置底板能够在中远台，能够怎么样？一发力好打透，第二个拉出去整体的弧线和后劲儿比较好，不容易下网。这就是推荐它的原因，综合性能好，啊，包括很多球会拿它跟蝴蝶去做对比。他说这个拍子在这个跟说什么把蝴蝶用了之后，把什么蝴蝶都不用了，啊，什么二手卖了。其实人家意思呢，我觉得不是说它和蝴蝶谁好谁坏，适合自己的就是好的。这位朋友，很多朋友只是觉得它可能比蝴蝶，哎，用起来觉得更加贴合于自己的实际需求，觉得它更加的好控制，在满足了自己提升了速度、弹性、快攻的基础上，还能保持不错的稳定和拉弧圈球的这种弧线，你看他觉得更稳，更让他少失误了，所以说觉得可能他比蝴蝶更适合，这也就是我推荐他的一个原因，明白吗，朋友们啊？所以说呢，大家如果说有需要的啊，这个拍子呢，大家这一块儿，咱们这个729的产品册，这个拍子卖到了1380一个光板，我当时也说了，这太贵了。我们直播间的活动给大家做的一个品牌宣传就是899的基础上，还给大家把胶皮配好。胶皮是怎么配的，给大家说一下啊。这张胶皮正手呢给大家配的就是刚刚这个729的国特铸的奔腾，这张胶皮是送给大家啊，官方就相当于这899这个套餐当中包括了这个正奔腾。反手呢会给大家就是赠送这个，这个是729的国特铸闪现，
这个是专门打反手的套胶，色性套胶。海绵呢是蛋糕海绵，是国特助系列的国特助闪现。这两样套胶一个价位。这个反手胶皮送给大家，只不过快没几张了，没有办法单独去售卖。两张胶皮给大家配齐，899底板带两张套胶，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这里有一盒，这个是12个装的今年的炫彩的有缝三星球，12个送给大家，这个球网上卖60块钱。然后呢，再给大家送一个729成立50周年的这个拍套，给大家送一个，然后再给我们直播间现在赠送只送不卖的，这个是729特别舒服的一款毛巾底的毛巾袜。给大家配上，有相当于这个899的套餐，包括底板、套胶、袜子、这个护边、护膜这些东西，全给你们配齐，一整套899，那一整套899。所以说呢，这个套胶呢，包括这个底板，首先它是一整套咱们729的顶配。第二个，那这块拍子呢，满足了很多球友真正意义上的快攻结合弧圈。其实很多外置的板子，它只是满足了快攻，它没有满足弧圈。为什么会这么说呢？满足快攻是因为它的底板足够的硬，无论是木头还是碳素，都是硬，所以说它快，它弹，它满足了快攻。但是我为什么说它更能够也能满足你的弧圈呢？弧圈要的是摩擦，要的是旋转，要的是球在你板子上的摩擦停留，吃住球的感觉。所以说它更加的能够偏你，向于你的摩擦旋转更加的好控制。所以说这块拍子除了快攻外，更加的是旋转弧线，还有好的容错率，让大家能够在提升速度弹性的基础上减少无谓失误，这个就是我推它的一个原因，这也是咱们直播间的拍子这块拍子卖得好销量高的一个原因所在，明白了吗？且这个拍子跟大家说一下啊，如果说你们有需要买的这个拍子，首先第一，我给大家做到这个已经昨天拍的已经发货了啊，给大家这个简单说一下能够享受到哪些服务。这个拍子首先第一个底板横拍大概在89克，不是88克、87克，重点的89、90、91，轻点的85、86、87。然后呢，底板胶皮底板会帮你挑好，底板和胶皮我能帮你粘好，帮你粘好之后，明天是贴好胶皮一套，顺丰快递给大家去安排发货。对，899这个就是729天花板了。这个底板的厚度大概在5.9到6，啊，5.9到6的厚度，包括这个底板的品相各个方面，我都会现场帮你们去挑选好，这个是没问题的。包括给你们听听声音啊，透，也硬，也柔，也实诚，对吧？这个其实。大芯是桐木的大芯，立材是阿尤斯的立材，阿尤斯的立材，桐木的大芯，黄方炭加桂木的棉材，这个板特别的透，特别的透。这个我还是反手开胶了，都让你们听听声音啊。这个我已经打了一年多了，板板打透。朋友们，它的控制稳定，真的，亲友们，它在整个外置底板的行列当中，真的可以说是数一数二的。朋友们，特没有打过这个拍子的啊，我真的建议大家去打一打，啊，真的建议大家去打一打。包括大家你们去看这个底板的面材是桂木，你们像去看这个蝴蝶很多这个板什么 CNF 那些东西啊，只要打着桂木的，我去。全是什么？全都是2000+，对吧？包括雷神不也出了一块这种桂木的，什么模仿什么森林 F 的底板，弹光板不也1000块钱，配上胶皮1000好几？你觉得这个带上国特助奔腾加国特助闪现，您觉得一整套899，您觉得贵吗？对不对？胶皮人家配的没咱好，妈贴好一整套1000好几，你们觉得这个性价比不高？那我真没话说。对不对啊？对，这个是外置，这个是外置啊。对，是的啊，这个拍子真的，其实大家如果说对于整个这个高端底板、高性能系列当中，其实这个拍子整体的性价比
已经做到了非常高，并且这个底板，我当时我去测评这个底板，去试打这个底板，是从底劲儿控制、旋转摩擦、容错率，包括这种发力的感觉，包括它要考量它到底适不适合咱业余爱好者去打，是综合考量下来去上的这个拍子。那朋友们，每上一个就代表着大家很多球是基于在对于小孙的信任和对七二九的信任。那我乱上，那很有可能也就是冒着打七二九的脸和打我自己的脸去这个风险，对不对？那所以说朋友们，我不敢乱来呀、啊是不是我不敢乱来啊？对，这个是七二九的，当然是七二九的。我只乒乓球器材当中我只推七二九啊，别的版目前还没有让我感觉啊，它品牌又好，是吧？比七二九牌子要大，还得比七二九品控要好，还得比七二九卖的性价比还高。我说还得比七二九机制还好。我上来，你觉得我也挑不出来别的，对不对？你说别的，你说再往上走，是吧？这双鱼就不说了，对吧？你说像红双喜、蝴蝶，那我没这个资格，人也不需要。那再往下一些牌子，那我又觉得我也看不上，那对吧？那所以说我觉得我和七二九志同道合了嘛，还情投合意了嘛，那就正好呗，对不对啊？对吧？因为七二九它毕竟是国企哦，它对于这些很多东西的保障性我觉得更多，我心里也踏实，对不对啊？那需要的，对，八九九是带好胶皮的吗？是一带好胶皮的，底板带胶皮贴好一整套。纸板的重量，底板，是大概在82克、83克左右，重一点的话可以挑到86克左右，轻一点的80克到83，重一点的84到86，都是可以现场挑。朋友们，每个都能给你挑，这个你们放心。对，那这个是外置碳素，外置碳素。其实咱们很多球友说的没错，蝴蝶系列也好，红双喜系列也好。要么就干到顶配，中等的一些板子就很难，很一般，很一般，很一般。因为其实你们会发现，你在四百块钱这种预算，你在红双喜买的话，不就是红四星、红五星、红六星、红七星吗？那数星星的，买星星的，对不对？只能买成品牌，对不对？那蝴蝶400-500，那更是成品牌。那板你在蝴蝶，我告诉大家，1000块钱以下那个板基本就没法用，是不是？人家品牌的定位就在那儿。1000块钱起步恨不得就是，对吧？所以说很多人家维斯这些不都1000多，你带上胶皮有些不小2000，对吧？啊，贴好胶皮啊，直拍贴好胶皮大概在182-183克左右，明白吗？但是你要知道，像数字968、字母968，包括蝴蝶的维斯超张，这些板是好用，但是它还有一个问题。好用是对于水平高的人，他觉得这个板的上限高，对于水平没到那个程度的，你会觉得这个板你体会不到它的上限，只会感觉这个拍子太弹了，再给你添乱。很多球有这个感觉。你为什么你看二手底板那里边那就蝴蝶多，就红双喜多，觉得红双喜打不动了，又觉得维斯控制不住了。你没发现那里边红双喜99星全是这些板吗？你们发现99星、95星出二手的不全是那些牌子，没别的啊？对，它也是有溢价的啊。对，就天津橡胶研究所，对的。内置外置都可以。字母968是不错的，是的，哎，字母968是还可以，真的不错啊。但是你没点发力也不行，没点发力也不行，对吧？对于中小力量和爆发力一般的。打968也是自我折磨，对吧？对于控制不好的、手感不好的，这个手上感觉不够细腻的、摩擦不好的，你打蝴蝶的底板也是基本上自我折磨，是不是啊？对，友谊就729，就要友谊729啊。好吧，想打球合理，内置外置哪个合适容易？我不是国企员工，我不是国企员工啊。
这个想打球合理的内置啊，它是更加的是稳定，偏向的于是稳定和单板的质量。外置呢，更偏向的于是快攻速度和借力感。那这块拍子就是什么呢？它满足了你的快，还提升了外置比较容易缺失和带来麻烦的稳定。这就是大家你们觉得这块板好控制的原因，明白了吧？啊，这个大安琪拉这个球，我觉得可以找个机会，我得把729工程师拉过来跟你聊会儿，聊不过你了。啊，729五十周年那个798那个是内置啊，对不对？所以说呢，大家如果说这个喜欢打底板弹性好一点，速度快一点，近台快攻借力感好一点，还想怎么样？还要怎么样？旋转摩擦控制能够在自己一个可控范围内的，你可以去考虑选这个板啊。对，现在内置好用的就是能够偏外置的感觉，外置好用的就是偏内置的感觉。你说的还真不错啊，爱研究这玩意儿，确实这是爱好。你研究的我觉得也确实很透了，很专业了，没毛病啊。对面老头一哆嗦，笑死。朋友们有需要的直接去拍，没需要的我差不多早点下播了，因为这两天我得早下播啊，这两天得早下播，因为这个球馆在装修啊，所以说这两天我都下播的比较早，哎，都下播的比较早啊，所以说如果有需要拍的抓紧时间拍，因为这个拍子目前还是给大家能够做到就是怎么就是现场贴的啊，你们买的话拍子还能够帮你们去现场，就是相当于帮你们把球拍给你们粘好，给你们去做好啊，好不好啊？需要的你们自己买吧啊，我就不再多说了。对，我前两天打扫卫生很累啊。挑了，跟你挑了个90点几的，91克不到，90点几，是90.7还是90.8个？接近91克，给你挑的，然后给你粘了，啊，这个我昨天答应你的，肯定给你挑好的啊。没毛病，没毛病啊！对外置会稍微难控制一点啊。以球击人，对不对啊？痛在我心，痛在他身，对不对？好吧 ，NV50还可以吧？是不是啊？好吧，那我就下播了吧，朋友们，好吧，慢慢来，球友们，别急，慢慢来。乒乓球你进步都是有个这个过程啊。打得多了，你就对于器材的这种木头啊，各个方面，你对它的感觉就有把握了。499的收到了是吧？好，感觉怎么样？还可以吧，不是染色的啊，这绝对不是染色。729这些东西，对这个东西也要求比较高的啊，毕竟这个国企，像这种染色是没法做，不敢做。它这个不像很多小厂可以偷工减料。哎，朋友们，你们知道吗？就像那个，你们很多外边买的网红拍子，他们的那个国际乒联的认证号都是假的，你知道吗？他们国际乒联认证号，你可能在某某那里，和在某某某那里，和在某某某某那里，你可能买的拍子，他们的名字各叫法不同，你会发现，他们底下这个胶皮的啊，你们买过的不信看看啊，他们底下这里有一个国际乒联的认证号 ，ITTF 几几杠几几几，他们的号一样的，你们在某某某或者某某或者某某那里。号是一样的，好吧，这个大家你们悠着点。还有的他会给你介绍板啊，我教给大家防踩坑。他说大家看到了吗？里面两条黑色的线就是碳素。朋友们，两条黑色的线不一定是碳素，可能是碳粉，
或者是一层非常薄的染黑色的木头，这就是很多一些厂小的作坊或者代工厂可以给你弄猫腻的一些事儿。这些板子在市面上也已经销售了近万只，很多破的你们的拍子可能就是这么破玩意儿啊，一块拍子20块钱啊，一块拍子20块钱啊，我先告诉大家啊，你们悠着点好不好啊，先了解了解器材，为什么要选大品牌大厂，大品牌大厂这些东西有严格的执行标准是没法做的，明白吗？这些在很多小作坊那里是可以随意操作，可以随意操作的，明白吧？它是可以随意操作的啊，对吧？因为很多球友不懂，他觉得中间有层线就叫碳素，对不对？包括你们看到很多号是一样的，因为什么呢？因为首先国际乒联，我告诉大家，不会对于这些小品牌和个人品牌进行国 ITTF 的认证，对吧？你们为什么会很在很多买的啊，我在这个主播那儿买的，为啥和那个主播买的怎么国际乒联的号是一样的？因为他们都出自同一家代工厂，是他们代工厂的那个厂家那个品牌的国际乒联认证号，不是你们买的那个谁是谁的或者谁是谁的号，懂了吧？所以说他们共用的是一个号，理解啊？懂吧？啊，好吧，我就下播了，球友们。那大家你们也早点休息，我今天晚上还有要打扫卫生呢，好吧？拍了球是吧？谢谢你们啊，我就先早下播了，好不好？啊，我真的建议大家买点大品牌的东西，729啊，银河呀，红双喜呀，对吧？然后可能拍子胶皮，可能球你买双鱼，球台买双鱼，对吧？拍子胶皮底板，你买红双喜啊、银河呀、729啊，买这些，好不好啊？这大家等明白了吗？啊，明见，对吧？明天见，好吧？我谁也没说，你们不要带节奏啊！你们不要带节奏，我谁也没说，我只是说现在在乒乓球的很多这个销售行业当中，有些人会这么去做啊，我没有去说谁啊。